贴鞋寻而起事，家暴男为保护令。桃园这名46岁林姓男子对42岁卢姓同居女友家暴，法院核发保护令，不得有直接或间接骚扰行为。两人养育的3岁儿子监护权归女友所有，他只能在每月第一周在女友陪同下探望儿子。但因女友没接电话，他去年底到今年4月没看到儿子，他竟然跑去报警，又在女友住家附近贴协寻启事。警方找到他女友，发现小孩安好，女友愤而提告。桃园地检署昨天依违反保护令起诉家暴男。动新闻桃园报道。